啊，娘你好，你好，啊，怎么称呼？林小姐就好了。林小姐，林小姐，双木林哈。板娘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知道你是老板娘？你知道吗？怎么知道？因为哦，你这边的温度太舒服了。哎，你外面那个老公做的那个温度厚，那个真的我站不到十分钟我就热。很热，我觉得还是这边比较友善一点。对啊。啊，你现在是在干嘛？我现在在捏吉姑啦。捏吉姑啦，可以教我们吗？可以啊。你那个手法也很熟练，然后每次那个做拉起来要一团这样，量要多少？我们现在从旁观察，大概是这个量。鱼丸再大一点的大小。哎，对对。好，再大一点。裹在这一个铁柱上。对。哦，啊，你要不要示范一下给我们看一下？再示范几次这样啊？我们看一下啊。要把它包起来，哈，包起来，哎，看着还要再拉起来，再拉，好，那我觉得应该不难了，一个手掌的长度，差不多，我们来打工一下，好，好不好？我们来打工换球了，对，好，来，哎，啊，老板，我叫你来，不是叫你走，你不要一过来你就职业病，你帮我们看我们的动作对不对？好，啊，为什么要沾一点水啊？这个因为它沾了两条，没错，安内球，对，安内球这嘛，安内。可以，啊，贴几滴滚了，然后就来了。对，哎，不是要贴在上面。为什么要贴在上面？因为你要拉下来。拉下来。从上面拉的。哎，啊，水沾。黏黏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太黏了，超黏的。你们自己都说要沾水，自己都没沾。他什么时候要沾？什么？现在沾吗？而且他没有，你放下去。哦，他应该是整个想办法。对，好了。规格啦，看起来简单，但做起来超难呐。我先想办法放在这个铁杆上面呐。哦，这样子。然后再来，再。哎。哎，可能我们家那个地上要让你们睡咯。我请问今晚睡哪一个地？睡地板。完了，哎，这个超难的啦。对啊。哦，哎，要有水了才不会黏。哎，超难。哎，快手势根本怪怪。怪怪。啊，我刚刚卡地吼。因为你们要拉下来。我跟你讲为什么好不好？好。因为我有确诊过，听讲确诊会少四公分，没有啦，差那么多。无啦，假啦，假啦，没啦，那个不会啦。来，我吸下给你。好，你再帮我修饰一下。我的量不够了。那这个长度有一个固定吗？对对对。大概要多长？我已经习惯，大概。22吧，我们速度这么慢，可能没办法应付他们一天的量。超慢的啦！这手工的量，你也没办法冲。姐姐，你有没有算过你一天要几只？我大概1000多。1000多？1000多要做多久？1000只的话，要做一个上午。一个上午啊，就做到做完为止，就不再做了，不然，哎，这样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啊，哎。他说不行啊，我帮他洗啊，给不是我给板娘看的这边是 OK 的，转过来就不行，太烦。这真的超难的，不容易耶。这个都是用鲨鱼去做的嘛，每天现做。哎，阿姆哥，那鲨鱼跟比赛啊，你可以吗？不是宝玉，鲨鱼不是说我们没哪有可能做宝玉类的。哦，可以的。你竹子要转。哦，要一起动嘛，对对不对？一起动，哎，我是有天分，哎哎，安尼，哎，等等，哎，少伟好厉害哦，手工啊，你知影什么叫做手工专家不？纯手工哎，汉典，你在呼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看，差那么多。那我这样要怎么样去修正？沾一点水，好，来开始修正。薄薄的，哎，对对，然后对竹子要整，竹子整。姐姐，我跟你讲，这边不合格的哈，就叫他出去砍，啊，叫他养他，他不合格，一定要惩罚了。阿莲啊，阿莲上，可以，算，可以，稍微合格，对，好，我这可能本钱较粗吼，我这较高，没错。我这支吼一般是卖多少？20块，我这一支要35。哪个？因为贵哦，整支都厚的，这支我自己吃。好啦，那我就不洗啊。要洗啊，给啊，这一支给我自己吃啦。好 ，OK， 你放着。好，自己吃自己吃。那可能学少伟会比较快哦。这个徒弟可以。可以啊，哎，贵也给够了，听啦。然后沾一点一样啦，这个还是有诀窍，就是说不要怕。对对。但是我这个好像太薄哈。不是太薄，不会。哎，奇怪，这个板娘她的手就是很巧。哎，你凭良心讲啦，我是真的啊。这一次要卖35块。哎，阿姆哥叫我吃汤哦。我的东西35块，你做20块，板娘问你一下啦。
啊，早期是用这种铁棍吗？用竹子。用竹子。哦。那为什么现在要用这个铁棍？因为现在那个竹子不好采了。哦。那个竹子来不简单哎，因为现在种很少了，而且要那个赛斯，没办法。赛斯很重要。对。而且它那个都有那个结啦，那个拿回来还要再削，再把它削平，对，比较麻烦。回来还要再烤过，而且这边也太急了。对，啊，我想问一下，它竹子会戳到整个手，哎，也对哈，它会那个烧到没有了，它有时候把会戳戳的，戳戳了。我们这个手常常都被戳。OK。它竹子是比较香，香啊，它还有一个竹子的香气在哈。啊，但是因为这个铁可能导热也比较快。嗯，对。我发现我不管怎么做哈，都是大概是35块一支的。讲话一讲话就越来越退步，越来越退步。等一下，哎，这个那哎，反倒是，反倒是不讲话的话，哎，会有进步了。对对对，啊，我不洗牙黑了。哦，不用洗牙黑。那这支也可以卖35。哎，我觉得我们这样做哈，他们品质很不稳定，就一直在那边聊天这样，要不然这样专心做，我们专心各做3根 PK， 然后让板娘选出到底谁比较厉害。好，啊，赢的人吃几个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给我们一些 bonus 吧 ，bonus 一下啊，你要公正哦，对，不能说因为我长得帅啊，你都说我做的比较好，不行，这不是说先说先赢，认真做3根哦。做三根，那是坐在鼻梁这里，是不是？要转，要转，然后那个要转，要拉下来，对，拉下来，沾一点点水。嗯，陶哥，你会发现你一直在教他呢，哦。啊，我坐在旁边，你这个是公然炸赌的行为。对，所以板娘他这个行为呢，就已经很明显告诉你说，他觉得谁比较帅。他觉得谁比较需要帮忙？应该是这样。给我提示啊！看点，这次可以。没错，没错，这次还可以哦。大伟加油！哎，板娘，其实这个速度哦，速度其实也可以列入评分。对对对，休想影响我了。嗯，越来越顺了。有啊啦，哎呀，安尼啦，哦，不分轩轾了哈。哎，差不多。想开平啊啦，我看是两个拢爱红姐啦。哎啦，安尼啦。哦，少伟第三次哦。对啦，对啦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哎，掉出去也，掉出去也要算哦。刚刚我有看到这边都会有螃蟹进来，啊，螃蟹也是需要吃一点食物跟鱼浆嘛。其实这个叫这个要去感觉它那种粘度有没有？就是刚刚好，不要被它控制。对对对对，我那种像现在这种状况就完全被它控制。对，快了，快了，哎，不错了，3只。好了，这是我们的成品了。各自的3只，各自3只，来给老板娘稍微评判一下。应该半只啊。喂喂喂，哎，3只休底少赛，哎 ，OK 啦，可以。都 OK， 可以。所以有第一名跟第二名之分。没有，哎呦，平手了，不分轩轾的。板娘人真好，不分轩轾。哦，你看，啊，我们是不是算是学的也算快的？哎，还不错，还算 OK。我们大概一只平均要1分多钟。啊，我很好奇，板娘你的平均速度大概是要多少？对，因为我们等于是半路出家，很慢。我从来也没算过。那我们今天好好帮你算一下，看你的速度能够多快。开始，好，一只，加油！哦，哎，很漂亮，对，成型。两只的，你看那个手是上下要对，然后你看他推一下，推一下，手一直在转，还在做的时候他就说手要转，他做完还有空余的时间洗牙给你，对，还补一下补一下，牙拍孔啊，对，而且你们发现板娘那个水弄得恰到不粘手，对，你看我们两个人的手，5只他花了30秒，五只30秒，天哪，那1分钟就10只啊！啊，我们知道板娘速度呢非常快，而且呢那品质也非常好，对，那我觉得我们就是要照这个吧，按照这个标准，按照这个标准再帮板娘做一下，打工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帮你一下，好，然后我们事实上是在学习，对，做起来之后做的差不多，我们再拿我们。对，先帮老板。等于说我们多做一点，然后等一下多吃一点。好，对。我们刚刚已经自己做了几锅了，现在要来烤。怎么弄？哇，哎，真的很热呢。啊，个空气，安尼就好啊，哟，空气。链条在这里。好，链条在那里。
链条。哦，哎，这是谁的？这是你的吧？你看啊，哇，好烫哦！你看，你那里辛苦啊，你手很烧呀。哦哦，烧啊！那大概要转几圈才表示好了？你要变金黄色了，那里哦，把它放满，把它放满，放了就跑哦。要放很快，不然它要放很快，对，它放很快，它会跑。对，小心。哎呦，那个颜色慢慢在变，很漂亮。啊，这个可以了，这个可以了，拿起来。这个可以了，这个可以了，拿起来。这稍微搭了，太挑了啦。这整个已经碰趴了。然后这个要拿，然后再放，还要再放。哦，辛苦嘞，辛苦嘞。从第一个开始放哦。对，啊，这个要拿起来，这个拿起来。哦。你这边应该都可以拿起来的啦，都可以拿起来了，也可以拿起来的啦，再拿起来。我们烤出来的那个都没有一条一条的。对，哎，我已经开始喷汗了，好像在三温暖哦。对啊，但是我们烤起来的这个颜色都，有的太薄，有的太厚。对对对，这个看起来这边可以的，啊，翻过来都，哦，还可以放哦。好，继续放。所以这个除了烤之外，你看老板还要一直顾那个木炭的平均分散的地方哦，不然你会烤出来一半不能卖了，一半都要自己吃的。可是你有发现，在烤的过程中，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哦，超香的。说，哎，再放，加汤再放哦。过来。哎，这不能停止，也不能聊天的。哎 ，non stop。哇，没动。这个可以的。对，这个真的可以的啦。哦，嗯。慢慢烤出心得了，对，这可以了哈。对，我现在衣服已经湿的了，衣服湿的，真的，我要给大家看，我应该要跟你们讲，有啊，我也湿了，今天要多带内裤来啊。哎，好像在游泳啊，一滩水。好，现在这边用低的啦，你在那边烤一下，它又干了。那这个夏天不能坐太久，不能坐太久，在这里。所以就像大姐说的啦，一天拉一千只就受够了。所以最主要是因为大哥他太热了，所以说哎几千只就饿了，唔通做伤多。你有没有被烫到过？哦，那肯定的。对啊，20块真的是太佛心价了。是啊。对啊，做又费时，然后烤的时间又热又长。这个可以，今天再下一个。可以了，搞定。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，那我们要试试看我们自己烤的东西了。我们挑一只吼。好啊。好了，终于啊，可以到了试吃时间了。真的，但是在试吃之前，我觉得要给老板跟老板娘掌声鼓励。真的，掌声鼓励。哎，小小的一根吉古拉。对。从几点要起床，然后在那边火浆，五六点要起床。嗯，对不对？四点多，五六点是睡过头啊！看老板到现在汗都还在里，大家不要小小看这一只20块，真的是费尽大家的心力啊，才可以造就这一个真的百年美食呢。对啊，跟大家讲一下这是发生什么事。什么发生什么事？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的美好回忆，好不好？一人一半，一人一半，就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吃，来了，等一下，我吃了，来了，等一下，怎么样？你要吃啊？我们一般黑的不会吃，黑的不要吃。真的，我们在烤的过程当中，那个香气就出来了哈。哎，这闻起来有点像那个鳕鱼香丝的味道，鱼的香味。哦。烤的比炸的哈多了一个烤香，就差很多。那个层次，炭烤的香味，下酒啦哈，配酒啦，配火锅、煮面啦什么的都可以，水饺、炒菜都可以，那个味道就提出来了，百搭，鲜味就提出来，只有有点幸福的感觉。那享受幸福的感觉之后呢？这是下一个点的提示。嗯，就是一些青苔啊。不是，这个节目很不讨喜，就没有办法延续那种幸福感，它就会打断我们的幸福。然后这个是什么提示？我跟你讲，这有提示的没提示，不是青苔。汉姐，你不用担心，这个我知。你想想，这好多豆腐耶。我跟你讲，基隆有一个地方哦，有很多的那个奇岩异石啊。这是不是豆腐耶？豆腐。哎呦，是不是那个太平岛呀？太平岛，太平间呢？这种乖鬼，和平岛呀，对吧？哎，你什么都知道。阿拉堡湾，太好了。你唔知道，一个看日出最好的地方是家。
怎么这么厉害？我觉得哎，真的邵维乔厉害。对，我觉得一哥撞戏撞得对。我只能说，一哥你就继续撞下去。希望一哥你戏约不断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我们就包到先找这里了。谢谢板娘，谢谢老板，谢谢哦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。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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